天色已晚，不知师父找我，所为何事啊？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徒弟，我却没有教过你什么。做师父的，该有责任教你几招。他怎么忽然抽风说要教我功夫？莫非是想试探我吗？来，让我看看你根基如何。哼，还好我会一点宗门招式，难不倒我。功夫太差，杀过人吗？师父，人家可是连一只虫子都没有杀过呢。现在你杀过了，师父厉害。门主唤我何事？他那一身招式倒是出自正统宗门，明天开始不必跟着他了。是，但是芷烟姑娘在西岳峰跟人打架的时候，功夫似乎长进了不少。门主，前几日请芷烟偷偷潜入地牢探望柳苍灵，我怀疑他是宗门细作，欲在沉寂山图谋不轨。阿大，你为何对此事一无所知？我跟门主禀报过了。门主，秦芷烟如此多生事端，难道不将他逐出问路门吗？阿大，继续跟着秦芷烟。是。你们下去吧。林子玉。你引秦千贤见秦芷烟，为何不事先与我来报？属下知错。没有下次。是。下去。